嘿，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阿龙啊，欢迎回到《萌妹妹变人世界》第五季《总比魔族生存的时况》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墙壁给盖起来吧。那我们先来把这边给盖起来好了啊，这边。那这边有了这个碉堡咒。这边就不再做一个了啊，那打远了，从这边，那这边我们用板岩砖啊，就是防御力够的话，耐久度其实不是问题啊，只要不要烧起来就好啊。这边不行啊，还要留一点空间呢，来留给这个地野发电机啊。这个OK，那差不多就这样子就 OK 吧。嘛之后如果不够的话，那就稍微呢改一下就行了。那这边稍微的，我们呢做一个碉堡一样的东西吧，在这里。那之后呢，我们这理所当然的门口呢就坐在这边好了啊。这个是板岩桥啊，这样子就 OK 了。那之后稍微的再改一下这边设计，把这个枪塔呢就往这边一点放啊。这边呢它可以 cover 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角落。那它也可以。那这个枪塔放到这边啊，它可以 cover 到，这边会有死角，这边这个位置会是一个死角，那就改一下这边这个设计好了啊，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碉堡的位置呢，改成在这个角落吧。那这个，然后呢，这个枪塔呢，我们就放到这边的话，哎，不行。想到这边完全是设计师吧？那看情况，我们这边再装一个炮塔下去好了啊，这样子就直接解决了啊，就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了，要怎么拉啊？这是我们的电力了，真的要斟酌一点了啊，要在不分布的这个电力发电量啊，要再处理一下才行啊。不严就会过重断电呢。那现在暂时来说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就是了啊。OK 啊，这边呢啊，想说研究了这个地毯来做这个防尘地毯啊，但想起说啊，我都没有煤矿啊，做什么做个屁哦！那我们呢？这边种一个小小的煤矿田吧。煤矿其实不用种太多，那这个稍微的种一下之后，就之后给改成种草药好了啊。那虽然现在都是拿来防这个脏笔啊，但之后也是要考虑到这个。考虑到这个海盗的东西了，那所以炮塔升级是势在必行啊，一定要做的事情啊。那只是现阶段来说没办法做得起来啊。人手也好像有点不太够哦。戈登跟 Magus 那这个角色啊。我按个右键而已，怎么会变跑出去啊？那我们这个呢？我们叫它麦斯吧。啊，这只角色。
买诗。现在我不知道现实是不是真的可以要女生叫买诗这事啊。恭喜你们两位结婚了啊！恭喜恭喜恭喜！请跟结婚庆典。那之后这边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话则有点难处理啊，毕竟这边刚好被两个私园的土地夹着啊，就没办法。所以呢，稍微这边不是应该有一个炮塔城吗？啊，那所以呢，这边暂时处理的方式就是先铺一点这个沙包啊，暂时先这样子铺设一点沙包来用好了啊。没办法啊，这边要处理的话，至少要等我把这个研究的研究出来就好了啊。把这个土地研究出来，把它给铺上去之后，再一口气的去处理吧。那在那之前，稍微等存点资源了啊。这边这些钢铁我也是需要的啊。这个零件也是一样啊。零件好缺乏啊。或许该是可能拿一点农作物我们拿出去卖好呢啊。反正我们也有点吃不光的感觉啊。卖点农作物换点钱也不错。哎呀，哪里啊，我还以为我是被脏笔咬啊，原来是只是可惜而已啊。还好还好还好，差点我就要你变动了啊。那暂时这样子的话，应该未来的集数大概十集左右嘛，应该都不会不成问题啊。那这边呢，可能就会在这边凹出来一块做一个碉堡，然后继续往这边延伸过来啊。不过这边呢也是各种私人的土地啊，真的比较麻，真的很麻烦啊。叶大雨林真的是私园的土地比较多就是了。不过不是私园的土地的话，不是叶大雨林的话，反而就种植方面会麻烦很多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了。这边还有一些钢铁，那萌芽是建筑象征。就是那萌芽不是的话呢，完全是耐镜上的角色。我们先让萌芽把东西给搬一搬好了啊。毕竟想要比较准确的把握到自己的资源有多少啊，这样子才好计划说，之后要怎么去处理这些，计划怎么去建的啊。然后因为有新的建造关系，这个研究完全没有在动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月龙暂时先建造先慢一点也没问题啊，毕竟最有夜城建造的，应该说最有兴趣做建造的月龙不是，月龙跟雷蒙都不是最有兴趣的啊。那可能就先让月龙啊玩一下啊，那就让他去做一下这个吧。不过现在不去练的话，又觉得有点可惜哎。那先让比较强的人，练上去吧。那之后比较弱的人呢，就可以
通过这个建造墙壁啊来练习这个能力了啊。是说这个下雨的感觉看起来好像有点那个啊，怎么突然会有点这一集不知道啊。这个 FPS 掉的有点厉害啊，可能是下雨之内的影响吧。那之后这个防守这边呢、啊，肯定是要盖到这边来啊，不然张比在这边应要来要去的话，也不是什么，之后他们会拆墙啊什么的话，那我们要预先去对应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就暂时先这样子吧。那至少我们盖出了蓝方的围墙啦，那暂时就先这样子吧。可能这一集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卡怎么样啊，那就不开三倍速吧。那是说这么快就已经掉到60fps 啊，也没有开什么东西啊。可能是这个录影原题比较是机能就是那啊。那稍微的呢，其实这边也是可以稍微的先盖一小部分出来。只是我的砖头应该不够用啊。不是应该，是肯定的不够用啊。那大爷这边是私人的土地吗？那大爷是这边，那这边用一个碉堡啊，小碉堡放空间，那围到这个，这个第一发射孔这里，单纯盖墙壁的话，其实消耗不多啊，但消耗最多的肯定都不是这个墙壁就是了啊。那至于碉堡的位置的话，我选择在这边吧，比较随便就是。哎呀，我这个真的是记忆力太差了。那这边咋？这样子有点小。那就大约是这样子吧。对比其他的真的是小，太小了一点。那就给他个加大一点吧。好 ，OK， 这样子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就把炮塔往前方移啊，不要移在这边了。这边好了啊。那然后呢，电线呢往外延伸啊。那我们来看看月龙在。重心，抱歉，莫名其妙，也不是有什么东西卡着，就莫名其妙想要咳嗽啊。奇怪。喝口水啊，抱歉啊。那这边呢，煤块开始种啊，竹子也有。那说不定我们这边这一个区块呢，就拿来做这个，这个电力的设施好了啊，坐在这边。那这边刚好有一个第二发射第二喷泉嘛，那然后就再坐到这边来，那。
我觉得这个区块这一个一整个区块拿来当做发电，其实应该够用了啊。这然后就这边要这边大约是这边这个位置吧，就做一个碉堡的话，那应该就不用担心这个海盗的问题了啊。不知不觉都还是会调到这个3倍速啊，太习惯了。嗯，好吧，那这边我们稍微的，这边怎么还剩2块啊？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的先让他们去做一下好了啊。那非常时期，非常紧急动员了啊，大家一起来建造吧。OK，那这边呢，我们家里东西还没盖完呢。然后就来了一个凯盗袭击啊，就时间点很刚好嘛，应该说我们现在对应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就是跟他拼命了啊，就跟他打进阵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稍微的先让他们。我有点想要说去骗他们的 B 级炮来用了啊，所以呢，稍微的先让他们建起来吧。那顺道也让我们这些人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也有点想要让麦斯去练这个医生技巧啊，医疗技巧啊。那不然的话，我们全部人都出去了，那肯定结果就一起倒的话就没救了啊！哇塞，那稍微的呢，这边呢就当是那一个 flag 吧啊。那如果这边灭了呢，就下一集呢就开一个新的存档啊，就不开新一集了。最主要就是都开始玩了，就不要说玩到一半就不玩啊，重新开始啊，这样子。OK，叶龙，你在后方掩护我，我先退一个喽。这个炸弓跑好快喂，这三小。哇，这个拿霰弹枪的。对，哇塞，月龙倒下了，medic，医护兵，月龙我救一个去，不用担心啊，没问题的，大丈夫的。那至于这个加克呢，哇，71岁你也跑来当这个海盗啊，好，哦，这边呢我们拿了一把。交扩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说？嘛，拿到了呀，一把还不错的散弹枪啊。那这边的东西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缺乏期啊，能拿的东西我们都拿了啊。这个剑灵半球，剑游射灾啊，那。这些沙发呢也是搬走哈，OK，我解决你的焦急状态，你也别这样子吧。用表示啊，抬我抬到一半，你又丢下我是怎么样？好了，麦斯，你不要去灭火，去治疗。医生的就不要美国啊，先治疗人比较重要啊。没关系，应该都撑得住。萌芽，来，躺到这边来。哇，戈登，你这个病有点。我觉得说暂时。缺了一张。床，不当，
戈登，你来躺着。哇，戈登快要流血，王啊 ，Medic。哦，有，麦斯去救人啊。哎，这个先不要做了，先专心的去救人吧，啊。倒了两个人了，哎，月龙你怎么爬起来了？啊，月龙也算是医生一个哈。哦，我好起来了。那暂时先大家先躺到这边来吧，这边实在是太脏了啊。嗯 ，OK 的 ，OK 的，没问题，没问题。永久性创伤啊，之后这边稍微的用一些药物去治疗一下就好。这边允许用这个药包吧。嗯。哎，等等。你这个枪伤还是之后再搞吧。毕竟这个，这个普通的床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还是等搞出这个医疗床之后再来了。嗯。OK， 这边其实已经说还没盖，其实已经盖完了一半左右啦。那这边就等它盖到这边来。那这边有600多个钢铁，还可以再做一座炮塔。那这边呢，就给它一座炮塔吧。这边应该是被那些可恶的开刀给炸断了啊！然后小兵啊，麻烦你先把这个零件给搬一搬啊！然后这个石头是怎么回事？一口气倒了三个人了。不过也没办法，我们现在被围攻，其实前期被围攻真的只能去派人去硬逃。完全就不是一个对等的状况，被一方面的攻击啊。好了，那这边暂时就先这样直播。那其实麦斯你挖完之后呢，也可以稍微的帮忙搬一下啊。戈登恢复了，有些就能力了啊。至于你这两个身体问题呢，我们之后就用用帮你装回去啊啊，最少要搞这个搞出这个治疗的不对医疗床啊才行啊。不然66%啊，随时做一做这个手术了，然后上到这个别的地方啊。啊，以前真的很强势这样子，比如说想要收个手臂的枪伤啊、烫伤啊什么的了，然后呢，这个手术失败，然后整只手臂就没了啊。这个整只手臂没了，还算还好。最严重的是这个手术失败，然后直接整个人就去了。这个手术失败太可怕了。电力没有问题。那戈登，那哦，看看哦，这边我记得好像说呢，有人想要拿这个霰弹枪是吧？所以我来找一下这个楼岩，所以这边画面可能会稍微停一下啊。多你。OK。好，上部是这个。OK， 如果没找到哦，原来神农氏，神农氏就是雷蒙吧？神农氏就在观众。
不过前提是要那些武器要先搬回来喂，这不是一个办法啊！来搬一下，搬一下，搬一下，啊，搬一下，搬一下，搬一下啊！不然啊，烂光就没意思，没意义了啊！这边总要有60颗椰子啊，是被砍掉了吗？好，无视他们吧，他们要追也追不到的过来啊。然后这个装备在试这个东西，不会管我们的啊。来，这个原来是我去搬了啊，不要管他。哎，路过一下哦，哦，他直接把整个头给吃了，有点血腥啊，有点血腥啊。之外呢？那其实以现在的发电量来说，增加个一两台是其实 OK 的啊。就说这一只快要摸到我们下来了啊，这边还好，这边还有一种，这边就慢慢来了啊，这边这个啊，对，这边呢稍微的，因为，这边要挖矿嘛，那所以稍微的把这边的枪塔往外位移了一点点啊，那这样子在这边挖铁矿就不用被打扰了啊，就不用怕被打扰了。我居然直接从水井里喝水啊！家里面有水喝吗？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还是得要这样子了。这个一次只能取你5瓶水的速度实在是太慢，然后这一集完全没有在研究、搞研究的东西啊，累死人了。戈登，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戈登你先慢一点，把这个攀岩的工作慢一点处理吧，因为暂时家里的只有你比较，哎，快点去哦。巨人，搬运你也不要做了，喂，啊，麻烦你去专心的研究一下，谢谢大哥，谢谢大哥。钱不够，需要维修一下武器啊，内蒙，内蒙也不够，倒了，这一下子真的倒了。Ouch！ 他说是技能等级过低，抢了。那这一把枪，那这一把散弹枪，它虽然品质是一般的，可是这个耐久度实在是太低。那还是等稍微的收一下吧。那我们这把散弹枪就留给雷蒙用吧。那这个冲锋枪还是可以用的。那记得好像是月龙吧？哎，月龙怎么受伤啊？是还没有好。还是被我打到了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的一件事情发生呢？啊，这边先让它建起来吧，这个东西也还没建好。一手开始，一手开始，太忙了，太忙了。那目前这个状况是还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水源模组的影响啊。Watch 之后有某一季我们就尝试看看说呢，不装这个水源模组来看看会不会说太卡。
那煮饭的话，还有月龙、萌芽跟雷蟒。不过其实萌芽也不会算刷，不，月龙也不会算刷，一直都会蹲在这个研究室这边了。毕竟月龙也是是要，也是会煮饭的啊。顾家好男人了啊，那这个枪就还给你了。OK，这边就稍微的先讲各种这样子处理处理处理。六倍速的感觉真的是有点慢啊，不过也是太习惯了三倍速的关系啊。今后我们就习惯一下两倍速吧，其实两倍速也不差了啊。哦，心灵抚慰，带着男性们嗨起来呀、这个颜料没了啊，这个发电量掉了一点。来，去补充一下。萌芽，我们还是暂时先让他不要专心的去，不要去做这个问题好了。这样子吧，还是暂时我们先要让萌芽当一个比较偏向专门做别的事情的角色好了啊，比如说攀岩啊、搬运啊、裁缝之类的东西啊。不然这个枪我们到什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用了啊。说起来这个床品质很差的话，那就把它给拆了啊。我们把这个一般的床给放上去。他在做这个机枪，应该是这边吧。搬运一座机枪台要30个零件，不是吧？别杀我哎！杀不起啊！那这边也刚好就已经建造完了啊。那这边建造完了，这个机枪塔建造完，OK。那我们呢，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了啊。那就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一集《边缘世界》的时光再见啦，拜拜。在暴风雨中打张皮而已。